所以这是我改名，我呢就是不准说代词啊。讲错话就会变耳朵。哎，我现在讲什么都是中的嘞。哦哟喂！真的真的。咦？再说这个鸡打什么鸡啊？放他们，让他们来我们家来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我拍的这个 content 呢，难得 Leroy 跟 Benny 到了下来 JP 这边玩嘛，肯定找点东西给他们玩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可能给他们下来玩玩，这样子一下子就过了嘞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我要拍这个主题呢，相信你们都应该有看过我这个上一个影片不能说代词吧。所以这是我给他们玩的，就是不准说代词啊！只要呢，我在一给我听到他们讲任何代词的话，我就直接掉他们的耳朵。那你可能给他们只有下来玩嘛嘞，是不是？哈？Leroy, Benny, 当然身边的伙伴小杨啊也是有包括一起的哦。所以现在呢我就去带小杨了啦。Let's go! Hello! 拍什么 prank? 没有拍 prank, 没有拍 prank, 没有拍 prank。没有啊，真的啊。不要怕。那我先拍 vlog。好啦。来 say hi to my vlog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喂，怎么突然打我耳朵？调皮。你在来骗我是吗？等一下。绑带，危险。哦。不然警察抓。没有绑带是吗？所以才弹我耳朵。哎。啊，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的，如果你抓到点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的游戏黑洞哎。你不会黑洞，我觉得你很聪明啊，真的。第一次夸奖我，真的太贱。真的，不过你要告诉我，你抓重点是怎样的？如果你没抓到的话，你就还是这样被我掉。Okay. 好吗？哎，真的，我难get到点的，跟你讲，你看昨天跟他们玩的什么 Black Magic 游戏，搞到我整个人啊，那个脑啊分四边啊。讲讲，分四边呢？这不可以讲错话吗？啊啦，容易啦，这个讲错话你就会掉耳朵。很有信心。哇，哎呀，一直戳到那个点。哎，我现在讲什么都是中的嘞。真的。啊，我们原来小杨啊，从他家到外面一路中我掉，我都心里都有点过意不去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我们去灭他们啦 ，Let's go！ 哦耶！这么快就录了啊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吃啊？好吃，没有。哦，已经做完了啊！讲完。就是你要发现哦，你一个东西不可以做，你一做到哦，你就会被我们看到。所以。所以刚才我中了啊，中了。要讲话，要多讲，帮我一片拦截，没有我就两边那边。Hello， 乖。我等了你两个小时嘞，我已经吃完了嘞。我就打你笑。这游戏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东西不会做，你一做到你就会被我弹到头。啊。所以哦，你抓到那个 point 的话呢，你可以跟我讲。不懂嘞。可以的，你会懂的。你的是不可以讲不吗？是吗？不是谁要动弹啊？所以你要猜到，还是叫我让他讲话喽？你我他不是谁啊？是吧？你做么？我没有嘞，我刚吃饱嘞。哦我啊我懂了。啊！多少去打我是吗？是啊，就是说的，因为我看他不转那么久，我就想要打了。他来 JB 我就想要打很久啊。所以是有那个字的啦，一定有了，那个字不止一个，很多个可以讲，很多。这个是不？可能是我看他去打我，所以。没错。没事啊。看我？没事吗？懂没？这是我今天好嘞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吃饱了啊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拍小白羊的 content， 我都很 random 嘛，所以我们就 anytime anywhere， 我肉鸡就开始了 ，OK， 先这样子啦，来。
Oh yeah！ 是不是突然间到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了？你看到吗？看啦，每个人都有在这边了啊！是哦，等一下，还有大家的游戏啊！我现在发现，我现在发现到一个东西，现在我现在用这个，我不要弹得多，太难弹了。对，好吗？你决定。看。讲，我以为是对着镜头就打。做你刚才做一样的东西。你最近好吗？你最近还好吗？你最近他妈的还好吗？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来，不要讲我保护女朋友。来，你问一个问题。是看你们的一举一动。啊。他的不一样。你的是一号。他的是。不止一个字哎，其实。啊，疑问句。不算是疑问句。你最近还好吗？你不可以打错地方，很好。Okay.看，这到底是分开的？分开呀，分开呀！最近 OK 吗？最近 OK 吗？最近 OK 吗？我问他，还讲那个床，那还讲那个床。这是我最近的话，我都很想吃里面，尤其是见面的里面，尤其是四川锅的里面。啊哈！哦耶！哇，这个难剪嘞！真的无聊哎！哇，无聊哎！真的真的，诶。现在他们要抓我跟小样反应，为什么我跟小样玩的东西会撞到呢？过后你们就看小样里面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啊，我不能积极为 N 啊，以他们的智商应该玩到你。你看别人的智商应该可以玩到后天，应该还没有玩吗？你都不要眼睛咩？看什么嘞？喂，爆炸完了，喂，还讲。还没有周末哦。我叫他打爽而已。没有可能。OK， 是吧？你们没有，不是灯，你说我讲话。天哪！看他的脸，再看他的脸。我在讲的时候，这个讲一下这边又打，什么脸？哪里变脸了？这边一直讲话，想得到我的了吧？你我给你，你让你讲话，我讲话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有一些不可以讲。疑问句。不是疑问句。妈，你猜到了。是啊。妈妈。哦。那讲。讲。你最近好吗？不要讲妈呀。你更关心我。你最近好。好。来。我喜欢吃榴莲啊。辣。来，热了。我喜欢吃榴莲。哇哦，你来，喂，是懂什么了？只是我不是很厉害华语，所以我不懂他是不是属于那一类型。OK， 来，你可以跟我讲。我是代词。OK， 其实你算答对了啦。OK， 其实我排那个嘞是不准说代词，因为我们每个人讲代词就是这样，你做么嘞？那个嘞？你做么吗？啊？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抓 Benny。来，现在到 Benny 了 ，Benny 跟他冲啊！凉，一定不是你猜啊！两个款的够力哦，我不是一批。通常这种游戏呢，他们西班牙，他们有一种反派，看看看 ，Press Help 啊！哎呀，喂，你这个他们欺负你是我在帮你吗？是你喂。哇！那你是一对三了吗？他们两个一定没了。我们给他坐下来，再冷静一下，再想一下了。给他冷静，我们不要这样。没有，不要啊，猜到就好了嘛，我可以变完吗？怎样？他们，其实是我们让他们来我们家，我们让他们来我们家来打我们。你到底吗？讲话，讲话没有错，听到吗？到。看。啊。哦。看。啊！又。就是啊了。啊。什么？啊，就是我讲啊字喽。喂，这一整次啊，你是谁打我？你先别给我知道是什么怀疑哦。好啦，一波好。OK， 我的影片我觉得还是结束比较好，因为刚刚李瑞他讲他不是很明白要怎样去表达，李瑞抓到。
Benny 他的话也不是很好，其实这我也很理解，因为我说也想到 Benny 一定是会被打最严重，我跟他已经有约定过了。其实我玩的这东西呢，不能说代词嘛，就是你每次讲一句话，到后面会有一个 E R O A R 累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你在周末，你在周末累，你周末哦，就是你那些字的尾的那一个字，多余的字不可以讲。因为猜到了啦，就是啊这样嘛。啊，不止吗？还有多吗？哇，这个十遍连起来呀，这个我不懂啊。不止啊，不懂啊。OK 啦，所以我也没到这边了。如果你们喜欢你这影片的话，就来 subscribe 小杨 ，subscribe Benny， 还有 Nino， 你也是。OK， 所以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